四百，四百，一支三十五，四支五支六支，七支八支九支十支。十二支而已，十三支而已，十四支而已，十五支而已，三百了，三，你拿上收钱，我放三百。三百，你两百，我两百。拍开就可以吃了靠腰，让大家看到啊！四只这讲无货啊！这卡就冲，就冲靠大家再来尔。
对吧？春家呀，两家中来没五百，没七八，超好吃的牛杂，来三百块。两个不是一个，来三百块。啊，安尼不啦？这挺大了。哇，安尼没有啊，太贵了。好吃哎。大哥拢夹未啊？我知啊，我嘛想要卖伊，但是来，夹无一条虾，较紧尔啊。一份免300，免500，真正甜的来200块，我了解下来，还白相，一人一份，两份都没关系啊，真正好吃，来200块两斤的，台北的200块，对啊，这边好，今天我老客，你卖的我头也卖了，那边卖我头也卖，来台北的200块，来200块来，还白相，200块，啊，你卖什么呀？最近变得好好，来，来，虾啊，我今麦画虾啊，你看下我，你做到我在我那边上呀。来海地的200，对不对？中华哈，来四个客人。来，阿妹讲中华饼，小千你好，脏话我知道啊，龙头脏话下雨了。我今天带了两双鞋，两双手套。还有什么？一支雨伞，全副武装。他另外底下包维修车改卖款。啊，嘿，伊那袂欢喜啊！哎，今日你们刚出来，还搞个超意嘿？够有声！我系伊特别欢喜，又头摇香肠。来，要吃我们家葱烧饼，超好吃的，一包10片，1.4公斤，五个价还冷吧？对，我想来啊！谢谢谢谢啊！啊，屏东小吹啊！好啊！哎，来，一包冷吧？那你们吃葱烧饼，三片没？三片。嗯。外公，你这几包点咩？这样买一包葱花饼，大包来几包呢？一包，超级好吃的葱花饼，100块而已。一包30。我想买一包，你买，你给你炒的，这真正好吃。你过两天要拜拜吼，啊拜两饼到拜未到的时阵，葱花饼摕出来交，赶快来拜。来100块，我来夹，啊这两片个卡最好等得交啊，不要呀。来100块，我好吃。葱花饼，买两个啊，一条葱花饼卖晒只。来讲话买200，来讲话买200，来一人一位，拢买较紧的，真正做好起来的讲话，来100块，100块来，新竹讲话来买100块，紧的，无几个人叫。今天本土160，你还好啦，100块来，干嘛爱？过年，卖了手脚过啊，大头有，来100块拢嘛，好来，最后2位拢，你看你看160的啊。看他们查一下，去看一下细节，看他们的症状是什么。160例应该有118例无症状。来，我来，剩一半的疫苗，大只的等于做些像炒饭、炒面，然后吃五个人给，唔免开500，这样免开400，来300块来，加200-300块来，300块几个只？对啊，我同你好好来，来，好一个来，两个来，我讲话蛮免五个啦。全部4个客人吃就好了，来一人一份，来300块来，最后2位了，没有虾仁的，动作快，300块的，可以没300个人没背的不？300块，最后2位了，有了哈，好来4个客人来个包两个的，都，我呢，啊你叫我金梅啊，无背啊你，上只啊无啊遐少，我只分300。分装起来，拼起来呀。对啊，你看。正正率挺千分之二，知道意思吗？为什么我现在不怕？有些人我为什么不怕？就这个意思。我觉得重感冒还比较恐怖。真正好食，要80块，菜市啊落咧卖啊，来增加好，行加好安尼啦。你家会家己整，哦，一条80，3条鱼仔是卖你200块，无够俗，无够通吃，这条要请你，这条要3粒，5条你卖400，来200块来回去捡，200块，钱钱拿出来啊，这单哪位的？来回去捡200块，来200块，秋干的回去捡，这真正好吃，真的很香。建立健康人终身的高一价，来200块，我们要开始改点观念了。200，现在的，啊，骗笑的来，多来。现在 COVID-19 跟去年 COVID-19 不一样的 COVID-19。
你能懂吗？这个跟我们的价钱是同公司，死亡率大概已经，你们放心，真的很好，二十分之一，而且没有那么便宜啦，哈，来我调，所以不用那么恐慌，你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就好了，不要看到数字就在那边怕。去年你应该要怕，今年不用怕，现在比较不用怕。顶龟啊，顶级的人的顶人，顶人，
然后要吃桂圆，这三天绝对要500块。你看你讲的，我无。别吃，来500块，桂圆500块。这个我不介绍了，桂圆现在没有那么便宜。来，500块来桂圆。这真是餐厅的用的啦，蛋起啦，来我家里买吼，没人去问看几袋，没有人问过几片的。问几片的通常都是买不到的，因为他会一直看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看。刚刚我不要皮皮的，就让被料呀。快点啊！去得过。4片600，你买不到了，来500块来。OK， 我来不啦。去得过。来500块，500块。这真正是顶级贵的，餐厅的用的呢。看一下深度好不好？来500，真正一个哦。哦。来啦，上万啦，一个五零啦，一个剩了100块啦，还袂变啊？可以来500块来，最后3位客人了，顶龟，哎，顶龟，顶龟啊！来500块，你想要几位来进来？用钱呢？卖外人，真正生活小钱就精。来500块来，最后出差啦，加胡椒，来500块，动作快哦，接一些彩虹。顶龟啦，阿虎啊，讲的顶龟，顶龟啊，进来啊，2位，龟500块，通通有啊，大你要买几位？真的啊！来500块，500块，三大嘞，来500块，三大嘞，叶总会，三大嘞，我两包牛腱嘞，你老李啊，人多对呀，哎呦，我换着人吗？应该不换着人啊，才算是你啊，太贵了。别再等到那，别小姐，来，快点，宣传一下。还没打疫苗，赶快去打，拜托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500块，拜托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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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完春节，最后一个，爱两个走完。来，后边咧包上黑银两个，黑银两个哈，装备一个。来，过完最后一个100块，过完春节两盒，不过完，过完卖完了，来100块，好吃，好料。来，要吃黄鱼一根咧，来，500块来鱼一根，来500块来，鱼一根。来这几样没价，现在还在黄鱼，这一夜干没价，我自己本身已经不恐慌了。来，金甲哥，我自己来，500块来，黄鱼一夜干，够了，没别的好，一夜干，黄鱼一夜干都买到了哦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来，那小猴连夜来，大姨啊来，贺龙来，要请话吗？那个花枝丸先喊下去好吗？好，来，猴连夜两个人可以来，500块啊，两个客人就好了。猴连夜起鱼啊，来讲河山起鱼就这样，来500块卖两个走了。来500块来，另外再弄包冰，弄包冰我还。来500块来。来500块来，你们两个买就好了。好吧。500块都我的脚黄油。来好的呀，最好姐。来500块。两份。都给你了，今天高把子，看看这个。来好的呀。你好的呀，姐姐哈。来啊，不讲回去啊，来回去啊，卖300-500。我让给啊，各位观众，你再不买，我花出来就完算了。来，一人一份，来200块，从家里啊，从家里啊。我让给你啊，一份就好了。来，我讲最后三人给200块，你是这款的，你我呢？不是这一款的，从全部5个客人。这个豆花鱿鱼帮我拿一下。花出来。花出来，今天给我吧。谢谢妈妈。没有，没有。来，回去啊，最后7包几对？到几对？都拿起来了。还有一包啊，缺不够看嘛。来1000块钱的。来，我让给你哦。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来，全部都给你们5个客人，挂机包哦。来，最后3位，快几万，200块弄完了。200块。来，这个几万。给200，缺几包？以下孙经理好。200多了哈，来回机啊，200。最后2位哦，来，我们广告我们要结束啊，不回机完了。但是我的观念应该还算蛮正确的。来，3倍，先跟的。对吧？哦，注意来，来回吃科蛙鱿鱼来，200块啊，200块来科蛙鱿鱼，来回200来。
来存几半两无啊？四个客人而已，你们要拿钱，要不要钱啊？拿快点喽哈！来，你们要不要？来200块来，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我可以跟他讲一下，我两年前跟那个跟人家在吵架的时候，因为频道的冲突跟人家吵架的时候，好，加两啊，我买了金瓶，在酒可以去政治赎回了，来交，哈哈哈，来两包了，来两包了，来两包过来，没有很多。来两包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八十块，八十块，这是最好一包酒呀，啊。来，你发过来200块。